有两个方法可以延长生命。一个是看电影。注意，目标再次进入自我保护意识。一个是成为记忆回收员。发现55号 bug 人，准备提取容器。收到，老板。不过，由于不是招聘季，这里就暂且不提就职回收员的福利待遇。今天要说的是那起经常被拿来教育新人的失言逃逸事件。提取出的55号 bug 人食盐的专属容器。接下来，我们就用这个回收它。你叫百虫？百壮。哦，小百啊，听你的前主管说你很积极。总之之后你就跟着我实习了。我叫方糖。这里就是记忆回收站，下属于记忆管理局。对这里的都是被废弃的记忆实体。不过我这儿平时基本都是体力活，回收、分拣什么的，也是好多年没人来实习了。虽然我们部门工作内容简单，但突发状况很多，所以我还是从头强调一下。我们的主要工作有二：第一类是提取生物多余的普通记忆，虽然人脑的存储上限尚不明确，但人们一直在寻找更高效的储存方式。而我刚刚用的这个记忆提取器，就是我局研制的一种辅助工具。在一般情况下，它会自动提取次要的记忆，以便人们记住新的事物。当然，如果被提取出的物件在这儿被销毁，就是真的没有了。这到底有没有在听啊？而我们的第二类工作就是回收这个 bug 人。近十年来，有关 bug 人的恶性案件不断，他们的成因至今还没有定论。不过目前的主流观点是 bug 人源于某些特殊体质人群的记忆，由这些记忆中强烈感情实体化而成。我们一般称这些人为 bug 员，会从 bug 员们入手干涉 bug 人。距今为止记录在案的 bug 人有93名，他们会或多或少地造成混乱，比如让人们无关的记忆像电话串线一样撞在一起，或者感到似曾相识分不清真假。再极端点，一个人的人生走向都可能会因此产生不可预测的改变，你应该清楚吧。不过目前大部分我们都已成功回收，这次这个 bug 源产生的食盐就是剩下的 bug 人之一，你一来就碰上他会有点麻烦，但也只是麻烦点而已。状态不错。小白，去把那个拉杆推下去，我们开始正式回收。这儿小点啊。从小起我就老被欺负，我讨厌争执，也不懂为什么老是有人喜欢针对我找我的麻烦。直到有天失言出现了，我的生活才逐渐变得轻松自在。好在后来我们一直同校，我被欺负的时候他也总是会出现。石原这个人个子不高却很能吃，
经常在户外跑，皮肤晒得很黑。还记得我生日那天，我不是很喜欢吃甜食，他居然把我家准备的所有蛋糕都吃完了。他也教会了我骑自行车，后来没事儿，我们就约出来一起骑车。石岩的神经好像很大条，总之我是不知道平时他都在想什么。不过他却一直是我最想成为的那种人，因为他的简单和果敢，做事情都不怎么犹豫，也没见他害怕过，一次又一次的救我于水火之中。后来只要有他在，就渐渐没有人敢欺负我了。他的时间好像总是用不完，反正每次出来玩，他永远都有时间。虽然城里其实没什么玩的，但一起消磨时光总是非常快乐。嗯，好，周末过好快，不想上学呀，上课时间真的过得好慢。不过仔细想想，其实整体算起来还是挺快的。如果是没算成70岁，我们现在都过了差不多1/4了。这样想想还是有点恐怖啊。你看，百仲，你待会儿站远点，他被 bug 源加强得很厉害。眼熟，有吗？头好痛，是哪儿啊？啊，你脑子出了点问题，这不治着呢？那是在干什么？我老板正在抓他。什么？所以这到底是哪儿啊？我也才到，没法给你解释。简单来说就是，他是一个由你产生的 bug 人，因为频繁进入到你的现实，搅乱你的记忆，很有可能会在未来成为强大的威胁，所以他又被抓了。总之，现实中的他已经不存在了。却被你从记忆中强行实体化了。不过也还真神奇啊，你这个 bug 员唯唯诺诺，倒也能弄出那么强的 bug 人。人生最重要的就是那几次选择，也许是因为我犹犹豫豫的性格，让我总交不到朋友。一年级时学校组织春游，我居然被忘在营地，等等我。于是只好骑了几十公里回去。同学们有时会因为自己被拍得不够好看而生气，然而照片墙上根本就找不到我的脸。几十年后的同学聚会，大概也不会有人想到邀请我吧，毕竟记都不记得了，不就相当于这个人对他们来讲不存在了吗？总之，从春游那天起，我开始自己去拍照。我有很多事不想忘，
而相片则比人的记忆靠谱多了。那边看起来差不多了，行了，回收结束，你就再睡会儿吧。百虫，你没看手册吗？在这冲击到 bug 原会营中影响传输的。他的记忆开始大量溢出了，这一下是真的麻烦。就地销毁了，你再怎么帮他也没用，何况你早就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了。五十五号，为止了。天台，我这是又在天台睡着了吗？这里的天气永远都好好啊。我想起来了，食言去年夏天不在了。从那时候开始，一切就都只是我的幻想了吗？很好，大个人回收顺利。不行，我不能再在这儿待下去了。但这里没有路能出去，而且出去了又怎么办？成绩、被欺负、与他人的交流、对于未来的安排，什么都没想好。即使出去了，我一个人也什么都做不了。
心中每个微小的改变，都足以在一生的尺度上产生巨浪。所以说，管理记忆是这世界上最高风险也最混沌的工作。55号食盐回收完成。哎，老板，我也在里面吗？无可奉告。作为记忆 bug， 他明明有更好的选择的。所以那个食盐的能力就是混淆真假了。不过确实厉害，居然最后还是让他影响了现实。正好吗？白中，你还是没入号。对我们来讲，好或不好，真还是假都没有意义。先不说这些，你这实习一天，我的连胜记录都差点没了。老板，你这就太苛刻了。